道开通了，南回更顺畅了。但是对在地部落来说，与世界的连结也越来越遥远。就是他好像就是经过我家的一条巨龙，可是他不是带我通往美丽世界的百步石。政府是希望把这个名字能够搞定，很可惜都没有把传统的名字拿出来，就像这个叫吴文，还是就像这个阿路易斯，这都是很好的一个名称，都跟当地息息相关。在原住民朋友的部分来讲的话，我们也80%的都是由我们原住民的朋友，各种文化的意象啊，都可以透过这个道路串啊。为什么不用巴黎？像我觉得这很适合用公路、巴黎的眼睛，巴黎的眼睛，对，台湾主几乎每一个部落都有这样的，都有这个、如果公路用这个名字，你开车也会注意一下，巴黎看着你，大众就会引起好奇。